也是巨星啊，现在是早上10:23哈，我们现在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啊，牙医门诊啊，这边是牙医门诊啊，大致上是有65个诊间啊，它是非常多哈，它大概是有平常有65个牙医师哈，在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啊，分科比较细啊，不像我们林慧卿牙医的话，他可能就是。可能就是老师了，带两个学生。我们大概新进牙医师就是帮人家拔牙齿啊，或者是这些工作练习嘛，哈、哦。是非常大间啊、哦，非常大。他分工比较细哈、哦，分工非常细。牙医师哈、哦，有3间 X 光室哈，一套上就有诊断报告，谢谢。超级努力在，也要，那刚刚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大概是这样子。